There are around 7 million delivery drivers working in China today. We follow one driver to see what an average day for them might look like. 我来自四季如春的云南，我38岁，一个人在上海生活，5个月前成为骑手，因为我喜欢锻炼，喜欢跑步，骑手这份工作特别合适我，我一般就是早上7点钟起来，一天差不多就50单左右吧，能准时送达的话就7块钱一单嘛。做骑手我觉得是很危险的一种职业吧，因为太赶了。 比任何工种都赶。外卖到了啊，这份工作吧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我觉得骑手就像马路上的一个精灵，把餐啊，把这种幸福和温暖带到千家万户，我觉得挺好的。Remember to like and follow us.